12:28，什么时间？你不是要让我看，照他看，照我念的就好了。我的嘞，有录吧？有啊，有。好，那走了。你有要下去喝吗？没有吧？那你就走到出口，我下去再。可是我面罩也弄好了，没有要喝哎。那我把它喝光了，你都没喝。我刚刚有喝啊，我刚好抽醉。现在灯还有在闪吗？闪红灯啊！好，那就好。因为刚别人的在叫，那边滴滴滴滴滴叫得很凄厉。我没有找到垃圾桶，我去厕所一下。哦，好。是回收桶吗？拿去椅子那个站，对，就是他。
好，谢谢。下，赖的你看，树上没雪。好像湿的那边是朝那个地方，所以好像有冷却效果。我就给他转一转啊，轮流湿。六月中的时间都要用两天，一天就先蒙面，一天就温臭。没差，自己臭自己。很臭。刚忘了擦护唇膏，这没什么差。好了。就是以路满为止的策略，守门守路，开始有点怀疑，这样可不可以滑到四天？为什么？就是我们原有的路线比想象中简单，但是未有的路线又要考虑。不知道，好，今天都不滑新路线。然后明天去滑终极的新路线，那要是觉得还是点点点的话，后天就可以云火缆车旁边那个就滑下去吧。那也是终极，那也是终极。对，但是因为考虑到我们的心理因素，我们先挑终极看起来比较宽的地方来滑，然后那个云火缆车旁边那个看起来好像没有很宽诶，看起来啦，所以那个。才把它摆到第三天。其实我觉得，以我们技术都可以，但是我们的心理可能还未习惯。你看这下面的雪其实是松松的，有没有？乱乱的。这不是滑道，难怪松松的。这里是那个开放区域吧？好冷，我手指都冷的。我是晒得热热的，我晒得热热的。我手指是结结冻的啊，我手里面握拳。你的手套还好吧？还是因为我是黑色的关系，比较吸热。我不知道，我就觉得手。那你对着太阳的地方吸一点太阳吧。你看这里，这这里也有啊，有影子啊。我不知道，你就是一出来觉得很冷。我是完全不觉得冷。
我现在属于一种被太多了哈，都不会有小动物，被烧烤的温暖的感觉。苗场比较大，比较会有小动物。手指头是冷的，还是刚刚吸水是它吸湿的？还是你的手套吸水了？你每天都换一副吧？我每天都会换，但是我觉得这副比旧的点点点的是旧的，比旧的那副好。比较防水的感觉吗？你也是觉得新的好的？什么新的好？你现在戴的也是新的。一出去右转就接回去那个来云海缆车的路，往左转就回去从马姆了。好好吃的鲷鱼粥。还好啊。啊什么？对这边印象还是东西很好吃。是啊。我觉得你说帕咖喱的口味不太一样。哦。但是人还是很多，还是等一下就去吃。也就是刚有问啊。嗯。哦，还是汤咖喱晚上吃，但是他都要排队，看再看一下时间，看排队的时间。好的，先滑到遇到他们为止。他们坐上去了，他们会去挑战左边的座吗？其实他们两四个人等位比较久，我们两个可能比较好排。很紧张，对啊，反正他们也吃很久。有这么冷吗？有，我的话被烤得暖洋洋。我很冷很冷，我现在超冷的，我拉起来了。嗯，你拉。冷啊！现在还在大太阳晒呢，那下午会更冷。我很冷，嗯，我超冷。右边啊！右边啊！直走，直走，直走右下角。云台缆车左边就是你回去的地方，马上就到啊！我没有说很久。
知道啊。多少？他咖喱叫什么名字？他咖喱叫什么名字？啊？20分钟。其他的全部都有空位。刚一下下而已，你刚刚只想了一下下而已，不会想哎，开始主行通话不会想，对啊，我们走早上那个经过餐厅的路线，他们可能在路中间吧。乗車中椅子を揺らしたり。那你要不要？你要不要戴那个手套？啊？你有戴手套吗？有啊。把那个手套戴起来。哦，这样哦，放喽。放啊，放啊。而且我顺便往下看，你姐是什么颜色？就格子啊，就是那个，不是，但是他们两个小孩子的衣服。那 Berry 是什么颜色？他们应该不能太晚吃，因为都稍微12点半要上课，哦，2点半要上课。2点半，那应该还好了。嗯，应该你再戴一层应该 OK 了吧？嗯，我现在写照是用假的，什么叫假？就是，要用戴手套，所以就要写照用假的。哦，好冷哦。嗯，耳朵也在冷。嗯，看啊，你要看下面哦。那，啊，我就要看一下啊，我有在看，也没有特别往下看到。总之下午要戴帽子。上一脱手套，我一脱手套，我就手真的。赶快，赶快套回去！现在风一吹，我一个人在洗澡。这条路上没看到人呢，欸。那他们应该是滑大路吧？还是我们一人一边稍停。哪一边比较窄的？我不要走窄的。我也不想走窄的这边。那你这样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我猜他们也不会走这边。他说滑到餐厅了。不过如果他们也都是用八字形的话，这条路对他们来讲应该非常的安全。我们是在那边硬要 S 才会觉得很危险。
用发的话就不会。那你走那边，我走这边。没差了。走啊！好像快要发热了吧？拍一拍，拍一拍，活血一下。太冷死了，冷死了。晒一晒，晒一晒。所以你这次觉得人有很多吗？也没有啊，人跟之前一样多。嗯，好像比之前还多一点。多一点？哪边多一点？你上次那个以前秀瑞教学的时候完全没人。没有到完全没人，好不好？有人，是你完全无视他们，而且他们速度很快，一下就走掉了。我觉得人数都差不多。都没有爆多啦，当然没有啊。我觉得这一直就是这样。你的板子到底是什么牌子啊？你说我的，就跟我那个鞋什么来着？什么 E L A N 的牌子是吗？是吗 ？A 这里有写啊 ，No N O R C I。哦 ，Nautic 还是什么来着？然后你是跟我鞋反同的那个袋子牌子的那个 Rossi， 它的颜色很好看。天天换鞋。白底跟那个板子颜色。其实我们这样一路上去看没有，就是没有了。你知道我说的意思？那我们已经去吃饭了。不知道，还是二十分钟就有里面有他们。那我们到底是来干嘛的？什么意思？没有，他们可能，我照我的猜测，他们可能滑了一次餐厅之后，就跑去滑了那条大路，所以他们现在正在大路上。那就一人选一间。不用了，我们一起去大路。为什么你觉得不会是小的？因为小路刚才看什么都没有。你们全部都看到了吗？有啊，小路几乎都在我们的视线范围内，而且也没有很大的声音，叫叫叫什么的。对啊，没有人在哇哇叫。一起去走大路吧。哦，有比较暖的感觉了。有没有晒暖的？背后对啊，背后很暖的啊。我刚刚一直就这样觉得。好想举哦，我想这个。我猜他们一上来就右转了。其实我们都没有走过右转那条路。我们要左转 是？要左转啊。无人，无人。这样看下去也没看到人啊。Thank you.
就进餐厅那一区啊。对。两边都会看不到。你过来这边晒啊，站过来一点。要烧的话，要现在去吃啊！窑烤，窑烤烧肉。没有，我这边觉得只有一下而已。那个是群组，我打错了，后来要打。暖乎乎。我都随便乱玩。也可以啊。还是我们坐椅子上去就滑去餐厅去，滑去就不用再走过来，然后滑去餐厅去就等于说行另外一条路，对不对？我坐右边 OK 啊。係員の指示があるまでは安全な乗車姿勢でお待ちください。有吗？就是。尴尬了，是要等一下，还是要等后一点？要放吗？放啊。嗯。哦。挑战右边那条路，上去右转。好冷哦。嗯。上去右转。嗯。也是个绿线。也不知道他们会走哪边，这边也没看到人啊。这边是拉面嘛。这是拉面，最近的是拉面。再往上一点看，就沿着收餐厅收去。我是要来这一间嘛？不是呢。这一间，这一间。你说啊。窑烤是这一间。我看一下，餐厅路，所以要去吃就是。那里差了两只。对啊，趴在旁边，旁边差了一只。嗯，餐厅路是路边那边可以下，然后你不走餐厅路，这边突然间左转也可以到这，都可以。然后这边进来要等20分钟，看咖喱。没有看到人，我觉得我裤子爆开了。那个表是什么声音？裤子啊。所谓的爆开是？可能松掉，就是它。哦。粘住的地方吗？有扣子。只是扣子爆开。哦，餐厅路是。手指还是好冰哦，冷到没有办法。我现在手指也冰冰的，我觉得他们。对，我觉得他们应该坐左边那条缆车的，可能是坐了滑来这边之后觉得很得意，就去滑那边。
然后如果是他们坐到那么高，在上面也一定要猛拍一堆照片的。对啊。那我们这样先来餐厅好吗？先来等啊。先来等可以等那六个位置吗？好像不行。就是20分钟，我们赶快先等，然后他们来不是刚好？你说20分钟要去等汤咖喱啊？对啊。哦，好啊，随便。先来就先来等汤咖喱，要不要？嗯，也可以了。他那个20分钟是12:10更新的，我现在再来瞄一眼好了。其实也没那么热门，餐厅区看起来，餐厅区看起来都没什么人在外面走。你说是不是？那种不是不是滑雪的那种人，他多。嗯。根本就没更新啊！12:11更新的，现在都1点了。嗯。啊，都没人，我觉得1点就是都没人。好，那我们赶快去，刚好2点半要上课了，一起。还是他们搞不好正在吃东西，现在正在吃东西的话，不会不理你。正在吃东西，不会不理你。对，应该干嘛？啊？应该干嘛？你说什么？应该干嘛？你说什么？忙。嗯，我的猜测是坐到左边上面去的。我猜，那我们刚刚变人，我们就先跑一次。我就说汤咖喱，我先等。嗯，而且他们坐左边上去，中间有一段红的，他们可能吃不下。哎、欸，有声音了，看看是什么，快到了。他们到汤咖喱了。哦，好，那我马上滑下来。嗯，我就说我们5分后到，算了，来不及，5分钟后我们就到了，就直接滑去了。然后他们滑去了，我们在找他们，但是没找到，还是小路没看到，还是他们在屋房子还很远，没差了。那他们是躲在房子后面东搞西搞，我猜那个是过时的资讯，他们也是很紧张，20分钟跑去排，结果发现不用排，太紧。我要打针线，我到底有没有带针线包？会有啊，我要把它缝起来，这样我就安心了。我现在弄的绳子太短，我勒的手也很痛，你知道吗？还是你那边用橡皮筋绑 N 圈，它就不会动？没有你会觉得没用？就抽掉了。好，走过去一点。你干嘛？像。哇、哦，好舒服哦，背后。对啊，我就说晒得很暖。左边也可以啊。对啊，右边是没走过哎。我没走过啊，今天来有走过啊。走啊。
你怎么滑到那边去了？你怎么滑到那边去了？没有啊，还要爬一段呢。他刚跟我说他看到你，说你眼睛花了。他说绿色配蓝色，我说不对，是绿蓝。绿色、蓝色，本来是蓝色。然后就说你看错了。然后舅舅也来了。我帮他，因为我看他坐座位很少，就直接填四二。哦、OK 啊，对啊，这样你们搞不好还可以不用找路去。你们去那雾冰滑下来怎么样？我们都走我们之前走过的路啊，雾冰有绿线可以滑下，联络道啊。所以一路滑下来？一路滑下来啊。真的假的？一路滑下来都绿？雾冰直直下是中级。从旁边有一蜿蜒的下来是绿，哦、oh. ，要去雾冰那边也是有，你们都只坐椅子这边吗？我们只在尼泊尔啊 ，OK 啊，所以左边也上去过，小心有人，左边没上去过，不算，你看，好的，我们只有坐尼泊尔，然后往左边跟往右边，哦、oh, ，OK， 往左边就是哎。往左有直下吗？谁、哦？你们已经登记了吗？我帮你们记了，四个二。对，因为我看他坐的都差。然后我们是，反正有一边是直直下，很宽，那个对着两栋tower的嘛。宽的滑过了吗？滑过两次之后才去滑另外一边，就是有比较走这往。宽的比较好滑吧，窄的比较不好滑。窄的还好啦。窄的只有一个过弯的时候比较走，然后他就在那边摔倒后，我要去救他。窄的比较会让人紧张。对啊，而且他给我摔在那个转弯处，然后我要回去救他，我已经先下去了，我就没有办法爬回去坐到托尔先生，然后再回去弄他。水我快渴死，不一样。哥哥先喝一口。好。那我好，这样。